不是，你是彰化人，你不会讲台语。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彰化人。你彰化哪里人？鹿港。丁丢。丁丢。丁丢。这个丁丢啦。谢凤姐，你做这个行业多久啊？大概。大概。那你。两年啊，两年，两年啊！你即马几岁？即马是二十五岁。你即马够小啦！你够小，你好烂，你够小啦！真的夸张，真是没落嘞！你从头到尾都讲闽南语，你的效果是最好的。真的，真的，你不用讲笑话都很好笑。是接待，对我比较属于接待那类的。那接待的时候，人家对你毛手毛脚，你还要微笑？要笑啊，一定要笑。笑容接待，有些可以这样，对啊，可能摸你一下，摸一下这样。哎，在工作。我们在工作就不要先不要这样子，很有等一下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很长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是我们出去其实是代表厂商，就是你没有笑，你如果跟那个就是生气，对，就很生气。你那时候你在拽什么？怕得罪？不是他们不是毛球毛球，太傻了，毛球已经不行了，生气不是他们哦，你是服务人员，我妈怎么讲就不能。不是他摸到什么程度？他刚刚是乱摸，你刚是摸到什么程度？你摸他，他可能就是你可能就在稍微拍照说，哎，小手背这样，来勾一下，然后勾一下，然后这样。身体有点太抠一下。那你工作很困难哦，就是人家摸你你要笑，然后你接待你还要内裤外露，这怎么样子一个？啊，怎么样牺牲啊？还要故作牺牲啊？你到底是负责哪一方面的接待？全面性的接待，你是耍宝的那种接？是正常的，我是正常。对，那为什么会内裤外露？我们那个裙子很短。因为尾牙都很忙，然后就急着去上厕所，然后就急着跑回来，然后就录，就是开始就是可能，因为我那时候是负责送酒，后面就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卡屁啊，哦，夹住了，没有这裙子后面整个翻上来，对，卡在内裤里，对，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开心，还微笑，哎，需要，哇塞，哇，就开始微笑，对啊，所以你像喝多酒，我们会说，你喝多了吧你。内裤大王，嗯，你觉得如果叫外翻配哪一种最好？哪一种？没有啦，像你们穿那么短，一定有穿安全裤吧？猜猜我那时候我就是没有穿安全裤。哇，很扯！你猜猜，猜猜，猜猜，想去是踢踢踢踢的，围踢围踢，对，而且还穿一种颜色，你猜？白字是白色豹纹，肉色肉色，蕾丝白色蕾丝，对，没对。红哥，什么事？白色蕾丝，你有看到？是台语讲不好，差点被炒鱿鱼。你是参加什么？也是一个科技蛮大的科技公司的尾牙，但是一定要讲台语。不是，是可能他们董事长比较 local 吧。嗯，对，然后就，然后我们就现场的经纪就说，有没有现场有没有人会讲那个闽南语的？我就说，哦，我会。嗯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哦，结果你不会？啊、我就说，哎，底家子，底家行。底家行，我就说底家行，因为他说这边走，这边走，哦，这边走，回到他的座位。底家行啊，底家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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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老板就在那边底家行，底家。你为什么会私认为？你为什么举手？不是，我真的以前很会讲哎。彩语王，你跟他对啊，你这老公叫叫顾伯公啊吼。哎，今天叫顾伯公。你这说，你听，这英文，讲英文的，你听不懂啊？他怎么有很怪的感觉？不是，你是彰化人，你不会讲台语。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彰化。你彰化哪里人？鹿港。丁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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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真的以前会讲闽南语，我认真。打电话给外事警察。我怀疑他是身份证有问题。真的吗？不是，你这不能用烂来形容，不能形容烂。你这叫奇特，你是怪腔怪调。那翔哥，你说一下。什么？你也讲挑战是不是？哇！对对对，你要叫我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用台语访问他，然后讲。哇，那是好玩的。哎，来来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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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。谢凤姐，你做这个行业多久啊？大概。大概。那你。两年啊，两年，两年啊！你即马几岁？即马是二十五岁。你即马够小啦！你够小，你好烂，你够小啦！真的夸张，真是没落。讲闽南语，你的效果是最好的，真的，你不用讲笑话都很好笑，真的，你太夸张了，但是我以为你要全程台语接待。